三毒君啊，做一切罪，或因三六做一切罪。三六，第一呢就是欲六，欲欲都是烦恼。咱伫啊欲界啊，倒一个人伫这个生落来，心无欲呢，看囡仔啦。安尼一生落来的时，哭啊！那个辛苦洗好洗的时，宝宝呢开始呢，囡仔药就来了，用冷好食，伊就会晓数。真呢，医生寄来呀、啊，这个食药，这个药呢？对着日子不断不断需求，不断增加，所以一直到呢，咱世人几十年的时间，这个欲念呢，愈来愈敦直，愈多贪求物质，愈来愈大，所以呢，这叫做。有不只是不止，感情也是呀、啊。啊，真侪人因为了这个有啊，贪不尽，贪名利，贪财物，等等，拢是一念的这个贪欲的欲念起，更。烦恼人诶，那就是情爱，这种诶情啊爱啊，确实呢，那是真烦人啊。那有了这个感情啊，他就流失了真侪诶智慧、道德观念，拢流失去啦。那原本呢，甲佛平等平等啊。慈悲智慧啊，但是一有了迷情贪念，多一分的迷情啊，那都留了一分的。那医生寄来清净的本色，都留一分掉去。依佛同等的慈悲，因为一分的迷情。所以呢，就减掉也是漏掉了一分的慈悲智慧。所以这个烦恼啊，跟咱清净的本性，伊呢，定定加一分，这边就减一分；加一分的烦恼，减一分的智慧，迄个减去叫做漏。社会偌呢真多呢，因为迷，所以往往呢不顾亲情，而去追求呢爱情。这种的感情啊，实在是真正的微妙啊！感觉起来，这是不是业缘的牵引呢？所去追求的对象，父母从细汉啊，迄种的爱啊、疼啊，常常咱伫心肝里吃无灵啊，或者是呢，老母呢辛辛苦苦半暝啊起来泡牛奶啊，或者是头烧耳热、病痛，父母迄种守伫身边照顾啊。
伊所生活的一切，拢总是父母供养。一旦到伊生活会当通独立的时，迄、那个业的缘呐，所伫咧牵引呢，伊所欣赏的人，希望呢，会当通讲日日呢，会当通安尼甜蜜在一起。父母若认为讲毋对啦，你所选择的对象呢，好亲像偏差去啦。那伫这个时阵，伊宁可呢选择着的，伊即种拄拄才开始呢，即种的甜蜜的感情，伊愿意呢去舍弃了。一二十年，或者是二三十年，父母所付出的一切一情，伊宁愿呢，安尼违背亲情啊，去救迄个感情。恁想，这是毋是袂呢？有个人的感情啊，受了这个感情的甜蜜。伊毋知影讲，即真紧嘛是会流失去啊！菲律宾啊，一个国啊，一位啊，也阁是年轻的太太，已经有三个囝啦。这三个囝还阁真细汉，那当然伊是结婚啊生囝嘛。伫结婚。以前应该呢是一段真正的甜蜜的感情，因总是结婚啦，所以生囝。在这段的婚姻道路啊，可能嘛有一段啊，真正的啊甜蜜的啊婚姻期。不过呢，生活啊。总是真辛苦。有一天啊，这个查某人，伊呢出车祸，出车祸了，脚骨啊受伤，但是生活负担重啊，查某人的责任，妈妈心啊。迄种个疼爱囝个心情，所以呢，伊嘛无顾着伊家己个受伤，那伊呢，就是啊，拖着即种个伤痛，为着生活，我伫咧做小生意，真正哩非常小个生意，啊，譬如讲。卖冰棒啦、啊，等等，这种呢，只是会当为生而已。但是伊的脚会受伤，那经过了一段真长的时间拖啊拖啊拖啊，到呢，迄、那个伤啊，变做了呢，好亲像骨髓炎同款，已经。非常严重，啊！印度去啊，伫菲律宾的国立的国科病院去就医啦。伫迄个所在住院，医生讲，伊一定爱截肢啦。若无截肢呢，将来啦，连命都无。伫这段时间啦，因为呢受不了这种。家庭贫困的苦难，所以先生抛妻离子呢，已经早都离开去啦。这太太为着要好好请弟仔，所以呢接受截肢。那这中间伊嘛真烦恼，到底要安怎样？会当仔未离开伊？伊家己呢，爱阁去病院，要安怎呢？所以，
就去找那个孤儿院，去委托，给一再给孤儿院的院长保证，拜托你给我顾这三个囝，绝对唔通把我的囝呢，给人认养去，我绝对会回来带囝，我绝对会，无论安怎样。囡仔都唔通替我家己予人认养，所以呢，安尼了后，伊才安心啦。医生答应伊安心，开始去住院治疗，去改截肢。安尼呢，已经经过几哪个月啦，可能是骨髓炎嘛。真正是治疗的期间真长，这个年轻的妈妈，每天就是以泪洗面啦，思念伊的囝，就是伫这个时阵，咱的菲律宾啊，仁医会，咱伫咧西医西药，咱接到这个个案，开始接到的是这个妈妈。心每天都很苦的，非常也会痛苦。等到主祭人接到的是，咱除了给他这个医药费的安定啦，咱还常常的送物件给他有营养。更重要的就是用心去甲伊抚慰，去甲伊陪伴，或者查某人呢，伊会当开心，先心安落来，好好治疗，再甲伊开心啦。伊呢，知影伊有希望，知影伊未来的生活，知影伊爱安怎坚强，为这三个囝安怎活落去。所以在这种的心态一改变啦，再加上了体质营养，再加上了呢积极的治疗，所以这位太太伊呢开始一直改善，一直改善。咱主祭人知影伊这种想囝的心，所以咱就向病院啊。代替伊请假，哇！这个太太呢，真欢喜，到处去甲人订，我得要来去看囝啦。迄种欢喜的心情，院内的人啊，都真羡慕伊。你哪有这么好的缘，会当碰到安尼的团体，才会组织人对你这么好呢？是啊。我知影好啦，原来我这个人生呢，唔是遐尼苦啊！我知影好啦，因为主祭人一段真长的时间甲伊互动嘛，所以开启了伊的心门。伊现在呢，地方会当知影地上，主祭人该准备好啊，用轮椅或者该撒来车边呢，开始该扶起哩车顶。伊啊，真急！看会当然后坐车就马上看到因囝无，偏偏呢路啊太长，这个妈妈呢坐伫车底开始哭啦，真正的着急，度分如年呐、啊，迄种的心情，那就安尼好不容易呢，就到孤儿院去啦。伊安尼坐着轮椅啊。赶紧向迄个大门冲啊！直叫叫着囝的名，三个可爱的囝走来跟妈妈的身躯边，迄种安尼抱着妈妈吼，啊妈妈抱着囝那种的相拥着，迄种的场面啊，大家人看，大家人哭，不管是志工，不管是院内的人。这个孤儿院内底，看到大家人都哭，那一种呢，亲子会啊，咱拢会当想象这种的画面。
那这中间呢，这个妈妈，甲囝安尼看安尼，头风甲尾啦，了后呢，甲囝讲真济话。当时呢，伊就问伊个囝讲，问讲，叔叔有一天，爸爸拿来看你的时，你会真恨爸爸无？迄囝仔真肯定的回答，会，阮会真恨爸爸。这妈妈呢，就赶紧啊，用迄个慈母的形态，甲这个囝讲，袂用个恨爸爸哦。他就是你的爸爸，我们要用很开阔的心去原谅很多的人，何况是你爸爸呢？哦，总是呢，那个静思语啊，好话不断在妈妈的口中呢，这样直直说出来，看看喜欢他的孩子。哦，我们做这人啊，在旁边听到很欢喜的啦，总是呢，这段的时间的陪伴已经弥补了伊迄个心灵流失掉去，迄个人生的爱已经呢，甲伊弥补起哩啦。伊会知影爱知足啦，会知影爱包容宽恕啦，所以呢，从伊个口中出来，伫咧教囝。囝呢，虽然是细汉，听到妈妈迄种呢慈母的爱心的教育，伊呢，遐个囡仔拢会晓知影啦，知影爱原谅爸爸，爸爸若来看伊时，爱欢喜。妈妈伫过去呢，迄、那个七个月时间啦，伫咧思念囝七个月时间呢，迄种会埋怨。现在看到伊真乐观啦，看到伊呢，已经平常是主祭人的陪伴，啊，迄种甲伊讲的话啊，伊拢藏伫心里。伫今仔日呢，甲囝伫咧相会的时阵，已经把这些东西发挥作用啦。哦，这种的境界，我们能够想象出来，一个人生啊，你看这个女人，囡仔这么小，我们也能够想象她过去呢，跟她的先生，那种用爱来建立这个小家庭。虽然这个小家庭不是富有，应该也有过一段幸福的人生，但是人生无常啊，那受了伤，这先生呢，他就不耐家庭的负担，就无法度呢去负责这母子，伊安尼个放咧做一起。叫一个少妇啦，这一个少年的太太，面对着这三个囝现实的生活，参加伊家己身体的伤痛，叫伊哪会袂怨袂愤呢？愤啊！要安怎？嘛是爱拖落去啊！那到家拖到无法度拖的时阵，就医啦。这个时阵呢，等着主祭啦。伊的命运开始搁再转变倒转来啊！只个低福、小福，亲像安尼呢，自然伊的心就会当头拍开，真正接受了这种爱甲抚慰的陪伴。所以讲起来，迄、那个老去的烦恼、失落的烦恼啦，现在已经弥补倒来啦。所以这种老就是失。人生不足啊，失去的烦恼哦，所以咱这烦恼啊，有这个欲的烦恼哦，那欲的烦恼就是讲，已经呢，当你有欲伫咧追求的时阵啊，拢感觉是幸福的，到个呢，迄、那个苦现前的时阵已经有啦。
有了这份的结果，苦的结果吼，这是有的烦恼啊。那再来呢，又搁有无明的烦恼，就是无明流吼。第一呢，叫做欲流；第二呢，有流；第三是无明流。流都是烦恼、恼习吼。开始的时阵，因欲呢去做缘。缘的成就呢，有了结果，也有一苦、一烦恼哦。那这个烦恼呢，因啊缘啊，不断地地加落去呢，受苦在作恶啦。这种的无明呢，又是搁在一点的烦恼。所以讲起来，六啊，虽然伫佛法的名相呢，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其心呢，我感觉讲，咱只敢那知影，这个老的烦恼六识，从因无明开始，一直到造缘了后，成就一苦，在苦中呢，再搁在制造无明烦恼业的苦，那会当安尼？了解这个啦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我们就要时时满足。所以常跟大家人说，哎，感恩哦，知足哦，我们如果知足呢，就没有这个流失的烦恼，会要感恩啦，就没有这种流的无明。所以我们时时要多用心。